许多大型的城堡都是由多个模块组合而成。模块化组合的好处有很多，吹气搭建条理清晰且迅速，方便收叠运输上下电梯等等。视频里这块吹起来的滑梯是城堡中其中一部分，有一些充气碗、充气玩偶等造型。想详细了解组合式室内城堡产品的朋友，欢迎加关注浏览其他室内城堡作品。